大家好，今天要为各位传跳刘玉梅老师最新编舞的哀冠。音乐一开始奏响以后，前舞四个八拍，右脚开始做踏后踏点，然后身体手尖耸肩。感谢大家对我的分解动作的支持，大爆炸。希望大家继续学习舞蹈的技巧，同时呢，在这个分解里面学习到尽量避免运动伤害。好，我们先来练耸肩。你注意耸肩呢，不是肩膀这样耸，是整个身体带动，身体带动你的肩膀，身体带动肩膀。所以呢，你在练习的时候可以把右肩前推，左肩前推，右肩前不要耸肩，放松右肩左肩，然后快速的摆动。好，接下来右脚开始，一、二、三，点了，手要伸直到位，五、六、七、八，换边，三、四、五、六、七、八，向前走三步，一、二、三，左脚勾打平，好，在你的膝盖旁边，同时右手往前推，退后三、四。瞬间有一个爆发力。好，现在呢，在这个动作中间要加一个两个踏点，一、二、三，勾踏点，踏点，让膝盖保持弹性，退回一、二、三，勾踏点，踏点。以上这是我们前五的动作。好，第一段右脚开始菱形，一、二、三。是身体放轻松，右脚跟招手，好，但是呢，你身体不能因为做这个 pose 而就整个变形了，还有身体要提气，右手招手，好，提身体提升，左手招手，但身体要弯倾斜。再做一次，再做一次，左脚菱形步，菱形三四，第三个八拍，右脚踏，左脚后点，双手化开，左手梳头，一。二，手要伸直，三四摇摆，五六七八，好，注意五六七八，手要向前，掌心向前，手伸直摇摆，好，推腰，好，推腰，四四，好，每一次左转九十度，啊，双手，好，弹指北 N， 推腰，三四五。六七八，你注意呢，我在跳的时候，我身体都两立对拉，让你的线条拉长。这是我们第一段要跳两次，第二段踏跳踏勾，你看我脚延伸到脚尖踏勾，好，拍手踏拍踏拍踏拍滑步，好，做心去滑步，滑二三四点勾点勾，好，接下来呢做一个。踏踢一直的左脚踢着脚直三四五六七八退后双手摆动左边退后四步比一个新波浪步波浪三四以上这是第二段的动作全舞有两个肩舞来扭扭开始从左边打鼓 NN 扭扭三四五六七八，进并退并进并，再一次扭扭三四五六七八，进并退并进并退并。好，第二个动作间奏二，一二三四，右斜四十五度，好，后面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做扭扭扭扭三勾，扭扭三勾，好，做一个 ending 结尾，双手打射出去，左脚直的，右脚曲肘一二，结尾好，背向各位，连续为各位示范，数拍，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第一段，一二三四
五六微笑，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第二段，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加六加第一个间奏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间奏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妞妞，三二三四五六七八 ending， 刷，希望大家会喜欢由柳玉梅老师编的《爱你馆》，谢谢大家。